据媒体报道，58岁昔日琼瑶小生马景涛，久未现身荧幕的他，身材保养得宜，帅度不减当年。未料他日前在微博曝光一张近照，意外引发网友热议。原来他搞笑，要粉丝帮他的自拍打分数，想不到粉丝一看超傻眼，震撼男神自拍功力超级差，把五官都拍到变形，纷纷调侃道：“这嘴根本不是小马哥的性感厚唇。”100分给你0分，我平时看别人给您拍的近照，没觉得你有这么老啊，自拍之后起码老了5岁。对我来说，我算什么呀？不过就是一个懂得歇斯底里，懂得去咆哮的一个人。但是我感谢大家封我为影帝，咆哮帝。好。King of the world!